咁啊，所以咧，佢哋嘅拳术咧，就属于南方洪家嘅拳术咧，步伐咧系稳健、刚劲、有力，咁系分开咧内劲同埋外劲咁，刚柔咧系并重，声威咧系夺人。 赵威师傅除咗获得呢个百五年中国武术国际赛嘅二等奖即系亚军之外咧，另外咧佢亦都系以往亦都系参加过呢个全国赛喺南拳方面咧，经常咧系获得呢个奖项，包括咗攞过全国冠军咧，以及咧系亚军嘅位置。赵威师傅咧，我对呢个南拳嘅造诣咧非常之深，你睇佢好似听讲阿杜森师傅好似话佢话。 50-55岁啦，哦，你睇50-55岁，你睇佢啲，因为佢打南拳打得好，所以你睇佢啲肌肉嘅发，呢个运劲啊、发展啊，亦都非常之均匀，能够保持呢个身形，确实唔简单。佢同我讲啊，佢话每朝做跑步，同时每一个星期咧做一次肌肉锻炼，所以呢个成功或者系好嘅效果，唔系一朝一夕能够产生嘅，一定要苦练。 我同佢西安啊，佢朝朝五点钟起身跑步。你哋发觉赵师傅将南拳嘅精髓喺度拳里边咧，就发挥到尽致能力。系。呢啲学型啊？系啦。